你怎么来了？有眼线啊，小鹿凡凡。嗯，他跟我说你一个人回家不太安全，叫我过来，还说你有点想我了。我怎么可能想你？你早上来健身房来找我？怎么这么黑啊？啊！ 灯亮了，你先靠墙边站着，我去试试紧急呼救。 好像没有人，打电话，没信号，这下我们要困在这儿了。别担心，这是小区单元楼，巡逻保安一会儿就会找到我们。等一会儿吧。刚刚也不知道是谁怕黑，现在。 就敢安慰人了。我不是怕黑，我是怕幽闭空间的黑。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反正我可以等很久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跟你单独在一块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 你俩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没事。啊，电梯故障了，你们出来吧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师傅。外卖，你都陪我送完了，谢谢你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这么晚回去一个人不安全，我送你吧。 什么？这小狗，柯基，哇，小可爱，你是不是走丢了呀？是被遗弃的吧？哦，那要不你跟我回家吧？你会养狗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 小朋友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你还坐着，还不快去给他拿点吃的？哦，对哦，就这个了。他还这么小，只能喝奶，不能吃骨头。啊，对哦。这个。不会温一下吗？好。 这样呢？嗯，宝宝，喝吧。哎呦，宝宝，喝吧。真乖啊，好可爱啊。
儿啊，馋啦？皮卡丘。皮卡丘，我们散步去。嘟嘟，刘若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皮卡丘。皮卡丘，你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这都是狗狗的日常用品，庆祝它成为小鹿家的一员。小鹿家？你看，谢谢。哦，给他带了好多玩具呢。来，皮卡丘。来，请。